去吸到数分清净，数分清哦，即混沌吐吐为混，之前数分清几乎不信任的约会，被当成金人了。那一金星，我也吹无啊。六条飞人，你来得多好，你敢有吹到数分清的金星？无无所事，我去找叶小弟，回来就发生这种事情。哎呀，这摆苏环金死定了。李碧人，你亲手单看到苏环金的金身，这能定论，敢有可能是被定军魔带走了？一对折戟金银相将十分的自信，应无所恙。那到底是怎样一回事？可谁都，你讲你去找叶小天，叶小天人呢？嘛唔知走去倒，等规半工等无人，无留下任何信息吗？无啊。莫非叶小天也遭到攻击？就算遭到攻击，伊都讲坚持的修为，仍有做不的定力。一木桥红尘，点子，我有一阵重要的消息要告知。我遭受地理师的攻击，原来地理师竟然也无死。我早记低了。白心人曾愿意诬告地理师的伏击，让他无法挽救苏环金，但地理师无死之时，太过使人意外，所以我保持观望的态度。我亲眼所见，应无疑虑。地理师乃是相极心愿所生化体，伊遭受灵火侵入，为国所以殉忠为公，同时是我严正的师兄。为何一灵火不好？若是这名地理师是伊，哪里来了这般禁忌的替代者？若虽是造死，死心三分，又岂能满怀六九先生的逆目？除非地理师连有比相极心愿更怪异的武功，苏环金叶小天失踪，地理师又无死，一天三阵歹消息，要有搁较歹的情况吗？好消息有一阵，你没听吗？是甚么好消息？我经由网络故地，已经找到伊的行踪的方法。哦，真是的吗？理论上可行，有一切计划，希望一切顺利。那苏环金和叶小天，我出国调查。那今年我也来去查户了，因为自己小心。蝴蝶君，不知你来琉璃仙境修一个什？随风破梦红威，风破红威，这门剑子仙教怎样？含义看风水，乃是道教的顶尖绝学。好水，好水。玉秋先生，你识天路，论此刻，你也不在我之下。两位先天先天的大先天，卖打乱我的意思。听说你最近连挑人侠、剑侠，莫非你下一秒要挑八月四季之的定九五？所接一件事情有头尾，我要找剑侠。为何又是剑侠呢？
一生一壶，第三针爱分十羊肉，现做你认为呢？金木退水，一荒不一定，数万，怕提困境，可我公义让你对，我的本修银秘密的定级失去，因何要出这个不计之秀？我的想法，在何处给你定救我定王爷？计钱无万两，不敌你接一心接，无想叹。为什么？我欢喜。好了，因甲我讲伊的对。也若唔讲，故事银幕回甘传魂，官清望道，以在迄个方位，多谢再会。严侠真正伫迄个方位吗？天象变化在瞬间之间。世事如棋，乾坤莫测，所以一在依旧的故乡，一不在，我也爱不定中。阴魂，我可以成为怪吗？会呀会，坚定。现在为首也是重要的坚定，要拜托六九先生。不少请先帝名士，皇孙我现在跪地不知如何，请帮我探望吧。这种急如星火之色，自动速办，请，请。我该着手医治生中了。